扭蛋手枪蛮刺激的。哇，恐龙！哎呀，收掉，收掉，收掉！我的拍片，我的拍片，拜托有拍片，拜托有拍片，拜托有拍片，有啦，有拍片了，你入镜了，你入镜了。欢迎收看我和拿铁频道，今天要去玩《Soul Fever》，我要活下去。好，要来玩那个团队死斗模式啊。然后这一次呢，我要玩一个比较特别的，就是榴弹手枪的那个手冲大战。它有一个武器啊，就是呢，搭配的是 N14， 然后 N14 的副武器是手冲。我看一下哦，哎，四号，对这个。好，来吧，换个玩法，先试一下。哇，很久没用它了。哎呦，哎，什么？是真的假的？真的，真的。好，遇到观众了吗？好，我先测一下，我先测一下。哇，一直是这么嗨，这么嗨，他们超嗨的。好了，开始吧，队友们，开始作战。来，我们来玩一下手冲。这一场呢，我就全部拿手冲跟 N14 哦。啊，完了，我把子弹用完了。耶，子弹给我，注意注意。对。哈哈，他说不要跟着我，聪明哦。哇，哎，碎碎碎，我先试一下手冲，因为他这个手冲攻击比较弱啊。我靠敌人，哇哇哇，这一个，等一下，做什么？拜拜，哎，没中，下一发，哎，一起死怎样？可恶，好。我来玩一下手冲啊！我第一次拿这个模式中玩手冲，它这个模式的武器啊，好像会一直换，每一天好像不一样，所以说我不确定看到这一集的时候是哪一个。直接拿武器刀砍了，炸到吗？楼上！哇！啊，这炸距离好近哦，好难炸、啊，我要练一下那个距离。哇，太远了，太远了，太远了。哎、欸，这样玩有点危险哎、欸，这样玩有点危险，大家可以试试看啊。不会是哇，可恶！我要强迫自己拿这个榴弹手枪玩，真的蛮大挑战啊！你们可以玩玩看啊，就 N14 搭这个榴弹手枪蛮刺激的。哇，恐龙！哎呀，收掉，收掉，收掉！还行啊，我如果拿出冲锋枪会更强。我现在是乱炸，你知道吗？拜托有拍片，有啦，有拍片了，你入镜了，你入镜了。好，大家好好表现啊！我们这样手，我不知道会不会输哦。我现在拿一个榴弹手枪在跟他们玩。哇哇哇！有人在打我！等一下，上面有人。哇，偷到我们家来了，还偷我们家屋顶。我现在是补子弹耶、欸！我现在是补子弹。好啦，我就是轻松玩啦，我没有办法，不一定能赢哦。现在拿这个手冲，我偏偏有没有赢。现在一直没有赢过哎。敌人在哪里？先加一个。下面有人。哎、欸，他也拿手冲了。榴弹手枪哦，比较好听，打不到。哇，你实际射速好慢哦。炸到吗？哎、欸，炸到了。好，慢慢有点手感了，慢慢有点手感了。这个手枪呢，榴弹手枪就是要抓它的抛物线，只是说它的抛物线没办法像 N79 和 NGL141拉那么远，所以说在射的时候距离很近，然后伤害的话又没有很高。我先补子弹，哎、欸，子弹不能再加了、欸，只能够八发、欸，哎，最多八发。可我觉得当玩这个手冲可以帮队友损敌人的血，然后让他们减头。好吧，我来辅助一下。这一定是真的，看起来应该是真的吧？假的应该是不没有这些服装吧？假的通常都会穿比较普通一点。哦，四条枪，他出来了。
我炸啊，无敌！过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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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哇哇哇哇哇！等一下，等一下，好嘎仔！哇，突然就没子弹了，好刺激哦！用榴弹手枪玩好刺激哦！哇，我超久没有玩榴弹枪之类的东西了，就偶尔才会玩一下、啊。它的模式中有这个手冲不错啊。哇，炸不到，你知道这距离炸不到人，这还是要近一点。哎、欸，他来了，他来了，哇，他来了，哎呦，帅哦，队友。你们好像都没有在上面哦。怎么好像没有在上面？真的啦，真的啦。是的假的。他们没有在直播，他在拍片啦。好聪明哦！他们有在直播，他在拍片啊！我直播已经开了六场了吧？六场跟雅思玩都吃鸡哦！哦，差一点点，差一点点，差一点点，这伤害真的不行啊！哇，这距离也不行，手冲这个真的要重新练习啊！跟我平常玩那个开枪感觉不一样。他拿什么？哎哎哎！等一下这个。这个开枪有点问题耶，会瞄好高哦，糟糕！哎哎哎，怎么找不到他？哇，敌人来了，敌人来，没子弹，没子弹。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那我先补一下子弹。哇哇哇，敌人在哪里？被收掉了是不是？哇，我用这个手枪可没有办法第一名哦。现在就是要来挑战一下，大家可以挑战看看用手枪玩。这个榴弹手枪还蛮有趣的。哎，为什么听到我自己的声音啊？他们在看我的影片是不是？敌人来了，恐龙！啊，撞撞撞撞撞，碎碎碎！我看到了，拜拜！哇，还有人，还有人！先跑，先跑，先跑！没子弹了，没子弹了，我要去补子弹了。他的 buff 是固定的。好，有子弹，有子弹，没血，慢慢补。前面有个大补。OK OK， 这补比较多。做什么？欸、还没倒。哦，好嘎塞，倒了倒了倒了！哇，吓我一跳！快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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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杀完了就要跑。他们好像在看我的影片，是不是？听我的声音。对，我听到我听到我的声音。他们在看我直播场的那个影片啦、啊。我直播场跟雅思玩了大概六场还七场，每场都吃鸡。哇，恐龙，找不到。哇！太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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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不行不行！我尽量不死了，我现在就是尽量要活久一点，我不要让敌人撞分啊！所以你们自己要玩这个模式的时候呢，尽量少死，才不会分数被追上来。哇，等一下，好多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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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这不好炸，哎，炸到一个，哇，好难炸哦！哎哎哎，他下一个你就要吓我一跳，我差点炸到自己。欸、跑掉了，跑掉了，跑掉了！哇，没血，快跑，快跑，快跑！手弹来了，心酸哦。呜，我还没死掉，有看到？我命很硬的、啊，哎、欸，怎么没吃到 ？OK OK， 补子弹，补子弹，继续战斗。哎、欸，延长赛来了！哇，又一个猛毒套装，来啊，跟你拼一波！哎哎哎，再射我！哦，他还帮我补血，他还帮我补血，谢谢谢谢。然后看看什么事？好，感谢队友哇！上面我被偷了，右边。我来，我来，我来，我很想换枪。哎、欸，赢了！哇哦！可帮我杀几个、欸？哎，榴弹手枪好不习惯哦。我觉得我要多玩几场才会习惯啊。大家可以试试看啊，榴弹手枪不错。好啦，感谢队友啊！嗨，萝卜蹲，萝卜蹲。哎、欸，连敌人一起来萝卜蹲，怎么回事？好的，哎、欸，我没有当，没有第一名了，果然拿手枪没办法。不过我才死四次而已，哎、欸，我杀九个 OK 啦，榴弹手枪杀九个、欸，哎，啊，你们大家可以，他说什么？哎、欸，有叫铁哥，刚刚敌人叫铁哥。好的，今天就是想要挑战一下用这个榴弹手枪玩啊，大家也十四啊，然后只是说他这个模式好像每一天或者是一个时间会换那个武器的配置啊。所以说我不确定你们下次玩的时候有没有榴弹手枪，如果有的话呢，就可以玩玩看啊。我觉得这样玩还蛮有趣的，只是说它的杀伤力跟射程比较近，然后杀伤力比较弱，
所以说你们在用这个手枪的时候呢，要拉近一点距离去使用，然后再来就是抛物线的部分啊，你要也是要拉到最远，不然它射很近就会射到敌人，伤害太低了，大概两发一个敌人啊，敌人如果残血的话，一发就可以收掉了，我觉得还不错用。好啦，今天的游戏就先玩到这边啊，然后后面呢会继续介绍 FIFA 的攻略情报。如果大家喜欢那天影片的话呢，可以帮你喜欢一次订阅我，也可以把影片分享去给你的朋友，然后也记得订阅我主频道、副频道跟玩具频道，连结到影片下方。下一场遇到什么样的队友呢？那我们接下去看，拜拜。